滿意今晚嘅自己嘅表現啊？已經好滿意啦。其實我之前只有諗到自己會入到十強嘅，係啊，入到四強已經係 out of my expectation 啦。會唔會都失望啊？因為嚟到差唔多最後一步，但係都攞。到了最後一定會其實不是自己失望，是不希望支持我的觀眾朋友他們失望。那你覺得自己即輸蝕在哪裡呢？入不到三甲是臨場的表現呢，還是有什麼原因呢？你自己覺得我覺得自己今天其實已經是做得很好了，跟住可能是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最滿意啊？呢一 part 如果你覺得最滿意啊？可能是換衣個 part 啦，可能是換衣個 part。係。會唔會覺得自己的廣東話咧唔夠流利，都係比較舒適？是啊，這個一定是一個問題來的，是，但是已經很努力了。剛剛來到香港小姐的時候，這個廣東話真的完全說不到，但是現在還可以在台上表達自己，已經覺得自己好，就是進步很大了。那你有沒有意即是在演藝界發展啊？就要看有沒有工作機會給到我了。咁可能就要睇下係邊方面嘅工作啦，因為我呢個廣東話主持係一啲唔啱嘅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可能拍戲如果有機會嘅話，係想試一下嘅。咁你之後而家最想做啲咩啊？轉完啦。因為自己而家仲讀緊書，我聽日仲要翻去學校上堂啊。是啊，所以其實都仲有事可以做嘅。會唔會想放鬆一下，食下嘢啊，或者見一下啲朋友咁啊？當然會啦，我屋企人準備咗一個蛋糕俾我啦，今日已經。屋企人有冇嚟現場睇你啊？哦，今日有兩個表妹，係一個係我爹哋嗰邊嘅，一個係我媽咪嗰邊嘅，就作為代表嚟睇我啦。